好，各位四年甲班的同学，大家早。然后现在是5月20号第三节的综合课。那今天的综合课会比较轻松一点哦，但是就希望呢，大家听到综合课的内容还是要认真的做，就是待会上课我会讲到的内容。这个有没有问题啊？应该没问题啦，因为东西都不会太难，但反正就是记得我讲了什么要认真做。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荧幕。第一件事情要麻烦大家起立，然后站好。好，你可以不用立正啊，然后脚就是站直直的就好。然后开始吼，你的眼珠子，对，你的手就是放在你的大腿旁边，然后你的眼珠子开始准备要绕圈圈，不要用你的手指绕眼珠子，好，就只有你的眼珠子自己绕圈圈。然后顺序呢是上、右、下、左 ，OK， 就是你现在眼珠子呢，听到我说上的时候，你要往上看，然后右的时候往右边看，然后往下看，然后往左看，好，这样子算一圈哦 ，OK， 那我预计要转6次。OK， 可以了吗？好，那就预备备，好，站好哦，站好哦，然后上右下左，预备开始。第一次，上右下左 ，OK。第二次，上右下左，好。第三次，上右下左，好。第四次，上右下左 ，OK。第五次，撑住，撑住，加油，加油。第五次，上右下左 ，OK。最后一次，上右下左 ，OK。总共6次，总共6次。眼睛还好吗？不要学我破音哦，眼睛还好吗 ？OK， 好。然后呢，现在就是你的脖子扭一扭，怎么扭都没关系，不要受伤就好。然后两只手用力的甩一甩，啊，不要打到你旁边的东西，好，啊，不要打到自己的腿 ，OK。好，然后原地跳10下，啊，你要怎么跳都可以，但是要离开地球表面，一定要离开地球表面，你不要只有垫脚，我会很伤心，很难过。好 ，OK， 好，原地跳10下，然后要听我算哦，等于说我说一才能跳，好，你不要自己1、2、3、4、5、6、7、8、9、10，很快就跳完了，这样不好玩。OK， 好，来，原地跳10下，预备，开始，1、2、3、4、5、6、7、8、9、10。OK， 好，非常棒，要不要再多跳10下？好啦，再多跳10下，快点，预备，再10下就好。哦，一样哦，离开地球表面啊，往上跳高一点啊，你要青蛙跳、袋鼠跳、僵尸跳，怎么跳法我都可以，但记得就是不要受伤，不要乱跳，不要扭到脚。OK， 好，原地跳10下，预备，开始，1、2、3、4、5、6、7、8，最后咯，9、10。 OK， 好，休息一下，但是呢还没有要你坐着。站好，站好，好好，感谢大家站好。然后我们刚刚在跳跳跳之前是用眼珠子转圈圈嘛，那刚刚是上右下左，哎，可能有人猜到哈，所以现在要帮我换另外一边，就是上左下右，对，一样这个顺序，只是换边，然后一样是6次 ，OK， 好，然后还 OK 吗？那我要准备开始喽，预备备，开始，来上第一次，上左下右 ，OK， 很棒。第二次，上左下右，很棒。
第三次，上、左、下、右。OK， 很好。第四次，上、左、下、右。啊，大家还撑得住吼？那继续站着哦，好，不然我怕你们昨天都一直坐着，就是玩手机啊什么什么的。OK， 好，最后两次哦，来，预备，第五次，上、左、下、右。OK， 非常棒，最后一次，上、左、下、右。OK， 眼珠子就先到这边转了六圈了。OK， 非常好，好来，现在可以坐着。然后找一个舒服的安全的位置坐着，但不要躺着，好，不要躺着，就是坐着。 OK， 好，来，现在请你要摸着你自己的头顶。 OK， 头顶在哪里知道吼？好，然后而且是用两只手轻轻的摸着自己的头顶哦。你们之前都会偷偷打自己，所以不准，不准打自己。 OK， 用两只手，好，手掌，不是手指头哦，是手掌，两只手轻轻摸着自己的头顶。好，有在摸了吗？ OK， 很好。好，来，然后下一个步骤比较难哦。好，深呼吸，下一个步骤比较难，但你们应该都做得到。 OK， 来，根据昨天发生的五件好事情称赞你自己。 OK，那我这个规定只有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讲五件事情，然后要关于你自己的，然后一定要称赞你自己。那昨天是停课第一天嘛，也是你们线上就是这样子自主学习的第一天，那一定有很多好事情，比方说你有起床，然后有线上上课，然后有准时上课，然后有交作业，有把作业写完，然后或者是有记得多喝水，或者是有记得吃饭，然后或者是没有挑食等等等等等，只要是你自己做的，然后有进步一点点的，都是好事情。好，我再讲一次哦，就是不管是大事情小事情，好，比方说帮忙倒垃圾，好，帮忙捡一片垃圾，或者是帮忙妹妹弟弟，好，表哥表妹表弟，好，堂妹堂弟什么的，然后帮他们洗碗啊，或者是说帮忙家里折衣服等等，不管，反正不管大事情小事情，你就是想关于你自己的五件事情，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很棒的有进步的，然后称赞你自己，一定要五件事情哦。那我刚刚有说，比方说我昨天有努力起床，努力上课，上线上课，虽然我很想要玩游戏，但我还是有忍住。好，那这个就一件事情，然后你有认真上课就是第二件事情。 OK， 好，那这个时间比较久，而且你一定要认真想，然后呢再加上你现在旁边应该没有别人吧，所以你可以，我希望啦，老师希望你可以比较大声一点点的把这五件事情就是讲出来给你自己听到，称赞你自己。然后呢，因为之前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你们好像都会很害羞，然后就不会很想要讲出来，或者是可能因为很害羞，然后讲的内容就好像有点好像就是你自己会觉得讲完没有信心，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想。现在你旁边应该没有人，希望你旁边刚好没有其他人，然后在偷听你上课。所以就是想五件事情，然后称赞你自己。 OK， 摸，轻轻摸着你的头顶，这样你才知道你在跟自己讲话。那什么是称赞？好，比方说称赞就是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今天有起床，我记得上厕所，我很棒。好，或者是说我是谁谁谁，我昨天做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然后我非常厉害，然后或者是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然后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很 OK， 好，我很棒，然后我很好，然后我有进步，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很快乐，好，等等等等等，我刚讲的这些比较好话，然后比较会让你，应该会让你觉得开心的字就是称赞。所以你自己可以发挥创意，但就是记得一定要找五件事情，然后呢不要称赞别人，称赞你自己。 OK 吗？好，那这个给你们一分钟，会不会太短？
一分钟时间称赞你们自己。OK， 好，那我要计时一分钟，预备，开始。有在认真讲哦，不要偷懒发呆哦。你不要说老师计时，你就跟着一起发呆哟。现在还有40秒，哼。最后20秒，10、9、8、7、6。5、4、3、2、1 OK， 好，希望你们刚刚都有记得好5件事情，20秒，不是20秒，讲错，就是5件事情，然后你都要称赞你自己。 OK， 好，那现在手可以放下来了。好，但是呢，你刚刚是坐着嘛，对不对？好，现在要拜托你站起来。好好好，不要抱怨，站起来，站起来，好，赶快赶快。好，站起来之后啊，如果你有需要深呼吸的就深呼吸一下。 OK， 好好，然后手往前平举。对，不是要处罚哦，就是只是叫你手往前平举。 OK， 好，然后左手，我左右会分哦，之前有练习过，左右会分哦。好，左手画圈圈，你现在先开始，左手画圈圈，好，可以吗 ？OK， 右手画三角形 ，OK， 好，试试看哦。左手画圈，右手画三角形，然后我很快，我要画20秒哦，哦，所以你两个要同方向，不同方向。都没关系，但就是一手啊，左手画圈圈，右手画三角形。啊，我要计时20秒喽，预备，开始。1、2、3、4、5、6、7、8、9、10、11、12。撑住哦，撑住哦！13、14、15、16，最后了，最后了！17、18、19、20，好，恭喜大家！好，大家可以坐着，好，坐着，坐着，好，手甩一甩，如果有需要，手甩一甩，有没有需要喝水的？好，好了，那我现在大概给你们，因为你们在应该是在家里，好，给你们大概30秒，一分钟去喝水 ，OK。一分钟很快哦，去喝个水。好，那既然都没有要喝水，还是有要喝水，我就先开始，然后我会停在下一个画面。OK。好，我是希望没有人去喝水啦，因为现在才过大概40秒而已。好，那我要没良心的转到下一个画面喽。来，待会儿看会看3张的图片，那一样你就是坐着看，不要躺着，不要趴着，对吼，好，坐着看。然后呢，看完图片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讲讲话。但如果你觉得看完好无聊，没什么感觉，也没关系，那你就要跟自己说，哦天哪，老师这张图好无聊，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的，你就是自己跟自己讲出来，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觉得啊哪一张图比较有感觉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打字在群组里面让我知道，因为我也看得到你们的那个 Skype 的群组。所以呢，如果你看完有想要讲什么内容啊，然后都可以在群组里面讲。OK， 好，那讲了多一点点的话，我要开始看图片咯。好，这是第一张图。好，有看到方形的那个是手机。
对，然后有人，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啊，有看到学校吗？好，好，给你们看一下。OK， 这个是第一张图，第一张图。那你们之后如果觉得好玩或者喜欢的话，也都可以再回来 YouTube 上面看。OK， 那我要到第二张图咯。嗯，好，第二张图我自己蛮喜欢的啦，希望你们看完也会喜欢。好，第二张图。啊，第二张图，那个高高低低的这个应该是沙漠哦。好。然后前面有一个人，然后有坐着的人，有站着的人，好，有树，好，然后这个被砍掉的叫做树桩或树墩 ，OK 都可以。好，这张图我自己蛮喜欢的，我刚刚有讲过我自己蛮喜欢的，那给你们看一下。好，然后一样就是有什么想法，反正你脑袋看到觉得，哎呀，好恐怖哦。哎呦，好无聊哦！哎呦，好好笑哦！都可以跟自己讲出来。对，平常你们在教室很爱讲，然后现在，你们既然自己在家里面，然后也要记得要有跟自己有讲话，好，不要一直低头看手机，要有讲话。OK， 好，那我要换下一张图咯。嗯，好，这边有一个人看着这个告示牌。OK。然后后面有很多，这个应该是工厂吧。好，好，这张图一样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记得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有看到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出来，就跟你自己讲。哦，对，虽然我很想要听到你们讲，但暂时没有办法。对，但你们之后可以跟我做分享，或者是你可以在群组上面做分享。OK， 好，那我再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三张图，我从最后一张图再倒车回去。OK， 这张54321，好，这张54321，好 ，OK， 来，现在一样，拜托你们做一件事，起立，站好，一样哦，不是处罚。眼珠子绕圈圈，刚刚的六次，哦，应该都会吼。预备，开始，上，右，下，左 ，OK， 第一次完成。第二次，上，右，下，左，好，第二次完成。其他人有跟上吼。好，第三次，上，右，下，左，第四次。上、右、下、左 ，OK， 最后两次，撑住，撑住。第五次，上、右、下、左 ，OK， 最后一次，上、右、下、左 ，OK， 好，最后一次是这一张最后一次，我们还有下一张的六次。好好，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好，再站一下下就好。好，来，方向要改哦，你的眼珠子要记得改方向。好，一样六次，预备，第一次，上，左，下，右 ，OK， 继续，上，左，下，右，很棒，完成两次了。第三次，上，左，下，右 ，OK， 很棒。我忘记了第四次，第四次，好，上，左，下。OK， 最后两次，真的最后两次了。来，第五次，上，左，下，右。好，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了，好不好？来，上，左，下，右。OK， 好，结束了。OK， 那你现在一样，就是找个位置坐着，不要趴着，不要躺着，好，找个位置坐着。我们一样来虐待一下你的眼睛，然后看你的眼睛会看到什么东西。好啊，待会如果觉得想要小小的尖叫，不要太大声尖叫啊，小声的尖叫什么的都 OK。好好，来第一张图，哎，等我一下下，第一张图没办法，好，等一下哦，有看到吗？
好，再一次哦，第一张图看得出来是谁跑比较快吗？好，最后一次，第一张图。 OK， 好，然后第二张图，刚刚这个第一张图这个看得出来是谁跑比较快吗？好，没关系，你们可以自己线上讨论。好，第二张图，大象有几只脚？这是一只大象嘛，看得出来它不是昆虫哦。啊，自然课讲昆虫六只脚，但大象不是昆虫。 OK， 好，它有几只脚，有空算算看。好，来下一张图，有东西在动吗？哦，眼睛认真看，可能要盯个5秒或4秒。好，看一下，好，哦，鱼好像有在游泳，有还是没有？游泳，游泳。好，然后下一张图，下一张图一样看中间就可以了。好，哦，啊，你要看左边右边其实也都可以，但是一样看一下中间。好 ，OK。它到底有没有凸起来，还是凹下去？好，哦，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凸起来还是凹下去 ？OK， 好，再来，这，来，这张图，好，这张图叫海胆，但是你看一下海胆它在干嘛？有在动吗？你觉得有在动吗？有还是没有？好，最后一张，有感觉吗？有东西在跳动吗？还是你觉得都没有在动 ？OK， 好，来，那今天的综合课就先到这边，眼睛可以休息一下，好，眼珠子记得转一下，啊，一样要多喝水。那今天的功课很简单，一定要看一下今天的功课。好，要完成开合跳30下。你什么时候要完成都没关系，然后再来哦。抱歉，我这个字颜色很丑。好，来，要完成弯腰20次，就是你站直直的，然后往前摸自己的脚趾头，弯腰20次。你要分开。好，我今天现在是9点多10点多。好，你要1个小时做1次2次，我都 OK。反正今天要完成弯腰20次。好，开合跳30下，你可以分30次跳都没关系。好，然后呢，今天晚上8点之前，你要再找3件事情来称赞你自己。好，一样，就称赞你自己。好啊，3件大事、3件小事都可以。OK， 最后一项功课，哦，记得要深呼吸。对，好，然后呢，你吸跟吐就这样算一次。OK， 然后总共要10次，然后要慢慢来，你不要吸吐很快，我怕你自己会呛到。OK， 好，那今天的综合课就先上到这边。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